家庭、友情、爱情、课业跟社团，你会怎么排序？社团、友情、爱情、课业跟家庭。那你说一下你的优点跟缺点。我的优点是比较负责任吧，对社团也还蛮投入的。缺点可能是有一点负面，可是也不是坏事，就是会想比较多。那你跟建福都有填社长，那你自己觉得你有哪一部分比他更适合吗？干嘛？你就随便讲啊，我们不会讲出去了。我觉得我比他更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比如说音乐。我就比他少去图书馆。那是因为你自己不爱念书而已吧？好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吧。啊，那个，等下就交给你。好，好啊，那就等下见啦。嗯。等一下换你哦。对啊。那我先去社办等你。好啊，快啊。哎，来喽！上次又看到你跟妹子走在一起。上次。啊，怎么每次都不一样？在哪里？啊、上次的短发，这次的长发的。你不是真的假的？你都有看到？有、哎。真的、欸。没有吧？没有误会哦。没有吧？你说清楚，到底谁哦？哎，你在干嘛？没有，休息一下啊。你看叫你买啊？对啊。他干嘛不自己买？这样面试啊？对。哎，你觉得谁会是社长？林汉吧。为什么？就觉得他也蛮想做的啊。想做就可以做。想做也比较容易做得好嘛。啊，不然你觉得嘞？觉得应该是建福。那感觉面试只是做做样子而已，学长早就决定好了。屁啦，你又知道了，对好不好？那有那么不公平的、啊？什么公不公平？同届都在讲，好不好？我请你去问。不要那么悲观，好不好？要悲观，
很现实。那、啊、所以你就是因为这样，你才没有去选、啊。都浪费力气、啊。哎、欸，啊，面试怎么样？当社长了、哦，季财长吧。开手、哦，你看你 OK 哦 ，OK 啊，好来，林汉，你到底有没有练啊？时间要到了、欸。有啊，我有练啊。你在讲什么？是啊，不要因为这首歌不是你开的，你就不练好不好？我哪有？好，我可能有一点不熟啊，我就觉得这首歌没有练的必要啊。干你练！好啦，你知道他一定会练起来的嘛，对不对？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生气了啦！不要生气啊！不要生气啊！不要生气了，不要生气啊！生气好不好？啊，我没有生气，没事了，不要生气，没事，对啊，没事嘛，所以我不会生气啊！你不要生气，我就真的，但我就真的没有生气，你不用求我，我确定我没有生气，保证，我保证，白痴啊！三小啊，这什么啊？我没带衣服来的，真是笨耶！干我没带衣服。Thank you.
不能和平一点吗？好啊，不然下个月吃烤肉，我们吃到饱那一种。你要帮我找人，你要请我。请你？干嘛？生意哦。干，不知道。谁那么闲，每天记人生日啊？哎干，我记得啦，7月11嘛，13，对啊，13，去吃大便好不好？随便，随便，吃大便随便。哎，你面试怎么样？没怎样啊，就聊天啊。哎，我有推荐你，你当社长，然后辅佐你。屁啦，听你在那边屁干，真的啦。这种事又不是我们决定，可是你想当的话，学长也会知道啊。嗯，啊，知道又怎样？就让想当的人当，干嘛让不想当的人当啊？哦，是这样子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不过说真的啊，好像谁当社长都没有那么重要嘛。欸、你看，像我进乐音社就是为了跟强的人一起组团呢、啊。屁啦，谁来还不是都一样？不一样啊。哦，啊，你哥到底练好没？我练好，我练超好的，好不好？平时你真的很喜欢发这种虾妹动态。你有吗？你是拿得稳的吗？干，真的。啊，你是会看武剑？严正就是任性。啊，你会双踏吗？双踏280，哎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啊，屁哎！王思贤他们在 ATE 练团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哎，你看那边，宣传一下啊。六月15记得来看我们惩罚哦！耶，换你！站前广场，大家快来哟！要来哟！陆雪，我来录现实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啦？啊，干继续播啊！哎、欸，要不要去啊？不要。走啦！哎、欸，他们说他们去宴团，超常遇到你的。不要走啦！干嘛去啦？走啦！不要啦！哎、欸，我要先走喽、哦。哎、欸，啊，我们有买酒要一起喝哎、欸。我有急事啊，拜拜。啊，去哪里？哎、欸，你干什么？哎，那超丑！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白痴哦！看，超丑的。你要闷什么？我哪有？你在想你等一下跟王思贤讲什么？屁呀、啊！等一下你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啊？不知道。不是蛮好的吗？嗯。那就有机会啊。可是他之前就说他不想教，他怕他高二成绩会掉下来。是啊。对。你要高二。高二不好吗？高二就是玩社团的时候啊。是啊，高二我们又要读书，然后要玩社团，根本就没有时间了啊！如果我要交女朋友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干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有人没这种烦恼哈。是吗？有这种人吗？有啊，建福就是。看，对，干太不公平了啦！哪不公平？他就是有人什么事都做得好啊，可是那人不是你，干是在靠你哦，干你不是靠背哦。你不觉得今天有唱跟平常不太一样吗？哎、欸，我也觉得哎、欸，他失恋歌，然后他唱那么开心，对啊，他该不会最近感觉？不要弄，不要弄，不要弄，不要弄。
哎、欸，嗨。嗨。你们要喝啊？哎、欸，好。西摩，就是这个是红茶的，然后哦，这个是那个季节限定口味，叫西瓜口味。哎、欸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好。给我那个，我那个。思想怪怪的呀，今天抱着，好浪漫，多出一下。刚刚很白痴哎、欸，你有看到？嗯，看起来很好玩。嗯，还可以啦。剑府真的很受欢迎哎、欸，夜雨馆跟他很像。有些人就是不一样哦。干嘛不讲话？没有啊，就不知道要讲什么。哦。哎，你们在练什么 ？Sparrow 的阿西塔。哎，剑府又开他们的歌哎。这首是夜雨开的。拿钱好、玩得蛮爽的啊，他现在在不开心什么啊？然后又不讲，干，不然我来写一首大家有心事都不要讲的歌好了、啊。你 F 和弦都按不好，你知道怎么写歌？我可以写词啊，剑谱可以写曲啊，要不然大家就一起编嘛。你编曲跟 cover 一样简单哦。哎，你真的是很乐观的哦。还好久、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不是你哥吗？哇，他去演艺厅表演了、哦。嗯。啊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啊？上次那个合唱团比赛的时候啊，你不是有秀一下，还蛮屌的。你太厉害。啊、你会去吗？你带我一起去啊！怎么去啊？从小听到大，然后听到腻了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难搞哎、欸！你们真的是同一个家长大的吗？你哥就很随和啊。干！就讨厌人让我跟别人比哦。啊，你自己没有拿别人来比过。
走，赶快。该请客了吧？请个屁呀、啊！太紧了，我真的没有很想当社长。我那时候干嘛去？我觉得你很……对，拍屁哦！干第一天啊，记录一下啊。哎，林翰，我闷什么？哪有？哎、欸，兴奋一点好不好？那、啊、是有什么好兴奋？我要当干部嘞！早就知道会当教学，兴奋不起来啊。还想社长的事哦？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好了啦，你够了没啦？啊？干嘛？没有啦，没事啊。有事有事，有事非常紧张，就跑别墅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们在干嘛啦？我们来拍照、啊。哦，好啊。社长，帮我们拍一下。哦，好啊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干完了录影。干，社长，白痴哦，快点啦！我不是社长了啦，建武才是社长。好，三、二、一。不错啊，感觉可以上台啦。欸，可是我觉得刚刚林翰打的好像有点太大声了、欸，如果再小声一点应该会更好。你是多怕别人听不到你弹的东西啊？不是啊，就真的是打得太大声了啊。好，那我越打越小力，这样可以吗？等一下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意思是说，就是你打得再小声一点，就很好啦，整个歌就会更好听啊。错啊，而且那部分你又不是重点。小屁啊！干嘛？双屁哦！做吧，什么？就说建武是社长吧。是哦。好准备。哎，就说社长喜欢选那样的人吧。那大部分人都嘛觉得建武为社长。不然干嘛用白费力气？万一选上又认不开心。
哎、欸，你干嘛不讲话？你还记得我上学期因为受伤，然后退出排球队的事吗？嗯，啊，然后呢？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超衰的，我才刚加入没有多久，然后我就受伤，然后两个月都没有办法练球，然后我就退出了。我本来以为是因为受伤才害我退队的，但我后来发现，其实我只是因为我害怕我赶不上其他那些跟我一起加入的人而已。比起没有办法上场，我觉得逃跑的自己还比较可笑。我真的觉得你打得很好啊，我刚刚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哎、欸，对不起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下次会小心一点。要骑大公车吗？不行啊，我等一下还有事。去找林夜雨啊。你以后会想要玩乐团吗？可能吧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啊，你呢？我应该不会吧，而且我也没有你那么厉害啊。哪有，我只是比较早学而已，而且谁练久都可以吧。哪有那么简单啊。那你不会想要变成比较厉害的人吗？就继续练下去啊。会啊，但是要变得比较厉害，也不一定要是打鼓吧。那你打鼓要干嘛？就想找件事情来做啊，然后觉得躲在后面好像也比较适合我。当然还是喜欢音乐啊，
可是喜欢音乐也可以找不同的事来做做看吧。什么事？不知道，以后可能会知道吧。那什么时候会知道？